今天澳洲时间2017年7月17日，我们下午2点半拿到了本套公寓的钥匙。这个房子是李哲先生和朱志华女士在悉尼前人港的第二套全新一房公寓，并配有一个车位。公寓位于大楼第12层，与上次的9楼的公寓都在一栋大楼之内。这个公寓是由澳洲最有实力开发商 Lendlease 所建成，整个小区距离唐人街一街之隔，与悉尼大学、悉尼科技大学等世界名校近在咫尺。小区带有健身房、游泳池，公寓自带米类洗碗机、烤箱、灶台、冰箱，是内嵌式的，开发商奉送的 Fish and Paco 澳洲本地的一个品牌。米类烤箱，这边是米类的洗碗机。这是这套房子所有的电路和网络的一些设备和控制。电路总闸开关，这个是澳洲最快的 NBN 国家网络，已经预先连接入户，随时开通可以使用。设备是用我们中国华为的。